刚刚有讲到的，就是说它就是现在在韩国非常热卖的一个气垫粉饼。那它这个呢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里面有添加了一个美白的成分在里面，然后呢它可以让你立即擦上去之后有立即显白的效果。然后呢它唯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很多人在用这种气垫粉饼啊，就是用这个粉扑，对不对？对。它一推出呢，它是用这种刷子，刷子，它是一套的。所以呢，你在刷的时候呢，你就是不会有那一种像用气垫粉饼会不均匀的感觉。那我们就直接帮那个，所以要示范给子，就礼物也是要送给子晴，对，就是，然后也要示范子晴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讲到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送给子晴的这个圣品呢，就是呢在韩国非常热卖，就是有一个女团叫做 After School 里面的一个女团里面的女生叫做佑真，她非常热爱的这个商品。然后呢，她也是一推出呢。两个月里面呢就卖了20000盒，所以呢其实在韩国啊，它韩国是出产那个气垫粉饼的嘛，然后它可以在韩国里面卖了20000个，所以呢表示呢它这个气垫粉饼有它非常厉害的地方。哎呦，是欧美品牌，对，欧美，哦，那就不得了，对，它是美系的，打出一片天。所以呢我刚刚有讲到，就是说呢它很特别的地方，它是用刷子，对，因为像用气垫粉饼大家比较担心，就是说它用起来会有一点不均匀，因为会一块一块的。对，它一开始就是你先压一点点这个粉在脸上之后，然后它这个刷子上面呢，它有一点点就是虚虚的，嗯，就是比较细一点的毛，嗯。然后你刚刚是用横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上完之后呢，你再用这个虚虚的，用画圆的方式这样子。哦，用直立的去，好像打蜡这样。对，就把它抛光。所以它这个刷子是两用的。那你记得在用的时候呢，你沾的时候是用横的方式这样子沾，对，然后沾完之后呢，用横的这样子刷，哦，然后刷完之后呢，你再用直立的去打圆，打圈圈，对。那附的气垫粉扑要干嘛？气垫粉扑的话，比如说像你外出你要补妆的话，你就可以用那个来按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非常棒的成分，就是呢，它里面有维他命 C 的成分。所以你在上妆的同时呢，它可以帮你做美白，预防感冒，预防感冒，可以亮白啦，那就太神奇了。对，因为像维他命 C 的话，它也有抗氧化的那个效果嘛，就这样上妆非常快速，好薄啊，然后呢就会有一种很有光泽、很有光泽的感觉，耶！那这个就送给你，恭喜子晴，刷子送你，恭喜你喽。子晴辛苦获得的气垫粉饼，真的让底妆又透又亮，加上自己画的闪亮亮大眼，妆容时尚度立刻 up。